去年的 TTF 有许多网友在下面留言，为什么设计师玩具价格都这么高？今年我们将访问到设计师，除了介绍他们呕心沥血之作，也可以稍微明白设计师玩具为什么那么贵。其实有两种考量，一种考量是生产的问题，因为设计玩具大部分是胶嘛。那有一些厂商他做的胶是有一个起订量，你做速胚可能是500起订、1000起订，那像这种展场可能是二三十只而已，那他要花时间手工上色，那就是这些时间他在这些成本，他下这500只或1000只的成本的话，他可能不够谈，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成本考量预算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设计，他要针对每个展场做一个展场限定的配色的时候，这段时间还有他花时间就是做上色，然后还有整个今年所有展场的布局，他都要先思考。所以就是把这些人力跟他生产的成本加进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可以接受。设计师玩具就是一样啊，开发的成本投入之后，那你做出量多少，一定会摊及到所有成本里面嘛。那大厂的时候，他今天通路如果是全世界的通路，那他的数量一定有办法去跟工厂压价。那包含设计费、模具费那些的摊提，那摊到单支上面的时候，那个价差就会差很多。你觉得就像你做五支跟做5000支的价差，也是蛮惊人的。设计师玩具之所以会让人家这么趋之若鹜的想要去买的原因，那有一部分是可能，比如说就算是你摊体好了，一个素体可以做不知道多少只，但是它有可能在你涂装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它每一只都是手涂的啦，或者是说它会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之类的，比如说 one off 那一种，就是它每一个颜色可能就只有一只，那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让它的独特性起来，就会变成一种可能比较好评论的标准。我们也知道那种胶里面有那种最隐藏版的，可能一般人根本买不到，甚至比如说你要跟设计师很熟，你才有可能订到那一种，那当然也会造成说设计师的软胶之所以让人家会这么疯的原因。但我真的想讲一下，就是说买玩具这种东西真的还是自己喜欢比较重要啦。玩玩具这种东西就是我最喜欢拆开来玩，玩具还是开心的玩比较重要。设计玩具跟其他玩具最大的分别就是，很多设计师他开启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金，所以他做的东西会数量比较小，所以就形成一种比较限量的一种错觉。但这种错觉的同时又产生一种比较入门的、比较像平文性的一种艺术的东西，比较容易让很多人去收藏。但这个东西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潮，就是这个东西数量不多，我就特别喜欢。而且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设计师用他青春的5年10年，把他的一种特别的语言、一种文字创作出来，然后好像只有看得懂他的人才把这个东西买下来。这个过程是蛮浪漫的，好像我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人都不喜欢，但是他不是他的语言嘛，他听不懂，但是有一种东西就特别多人喜欢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十几年我也同时研究这个东西，是蛮有意思的。我买玩具有没有看到他的名字，有一个韩国人，他做了一个杯子，上面有一个娃娃的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屁股的那种，他有一种小朋友的纯真，也有一种成人的那种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想象。那我买了一只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又忍不住买第二次，然后觉得它是给我一种很特别的印象。还有另外一个小女生，她做了一个蜗牛，但是她讲了她的一个故事以后，觉得啊，这个蜗牛原来跟你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蛮有关系的，感觉就好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听得懂她的意思，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。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。TDF 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功能。看完设计师介绍到玩具的制作成本，我想大家都稍微明白为什么设计师玩具在价格上无法像大厂一样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台湾的设计师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作品。我现在有在画一个四个漫画的形式，那它的主题是一口的日常。一口就是这一只小沙童的名字，它是主角，然后它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那他班上的同学发生的事情。那故事围绕在，我会在每一篇故事里面加入一些小知识啊、冷知识，那会带入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因为我
我每一次都会重新拆解一下自己的作品啊，然后做一些新的配件试试看，雕原型啊，3D 列印的技术比较发达了，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变得比较简单。那这个就变成是某一个动画角色的一个概念，然后我重新加了那个角色的元素，所以跟我原来的角色其实身高也不太一样，然后比例也有点差距这样。90年前工作室许双宇，也是鬼的软胶的品牌的主理人，想跟大家分享的玩具 ，Ugly Boy 吧，丑陋男孩。这个是我跟日本人合作的一款准备要出的新软胶，在讲的是现在社会的人性的东西，大家都会蛮注重外表的，所以他们必须戴上面具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大概是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C 哈的热狗。既然要做这种联名，要比较夸张一点，用色啊，甚至包含材质，就可以比较更大胆、天马行空一点。所以我就是选了比较少出现在新闻上面的紫色，因为我很喜欢紫色，用这种很夸张的这种闪粉的材质。然后它其实之前有出过这种闪粉的材质，可是它是比较那种透的。可这次其实你自己看，它是非常实的，所以我觉得神奇看起来就是很浮夸或很夸张的这种嘻哈感。看它这样一字排开，它其实很有这。种太空年代的那种科幻感，然后整体来讲，我是觉得这次的这种配色跟以往是没有出现过的。对，我是觉得我这次配的还不错。这样看到这么多设计师为自己热爱的创作努力，用玩具的方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，只希望让更多人喜欢自己的作品。设计师们背后所投入的心力与时间的历练，绝对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以上，订阅玩具人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，追踪我们的 LINE。会推播影片的首播通知。玩具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知道你这样还要骑车啊？干你娘的，夸张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人太多了，我希望可以少一点，就大家逛起来比较轻松舒服一点。对。好好好。